林芬玉，一个看起来与一般人无异的女生，热情活泼，工作认真，是许多人对她的观感。但是在她开朗的笑容中，却有一段黑色的过往。从童年到成人，林芬玉一直与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有所接触，从外在的感受到被附身，就像是灵异电影不断的播放，无法挣脱的梦魇每天上演，几乎将他逼到绝境，让他不断的寻觅着得救的机会。很多人喜欢上电影院去看惊悚片，主要是希望能够获得那个刺激感跟那种恐惧感，然后那种尖叫的快感。但是今天来到真情部落格的这号人物林芬玉，他的前半生几乎就在惊悚片当中度过的，真的很精彩，真的很痛快吗？我们要请教你一下喽。芬玉你好。你好，主持人好。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体质怪怪，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在8岁左右。对，8岁。因为我以前出过车祸，所以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可能不太敢过马路。然后就是在过马路的时候，就有个声音跟我说，现在没有车，你可以过去了。很清楚的声音，很清楚的声音，而且那时候我还蛮小的，我就看周围没有任何人在我的旁边，所以我就问他说：“你们是谁？”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是光明的，我是天使，我是来帮助你的。”他经常会出来跟你讲话吗？从那个之后，会。每当我害怕的时候，或者是我紧张的时候，他就会出来，好像他也知道你的心情是怎样，他就会出来跟你说话。会聊天吗？会，我们会聊天啊。你们聊什么啊？都会啊，就是他会说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是来帮助我的。所以他真的有帮助到你过吗？有耶，就是考试的时候，我遇到不会写的，我就心里想说，哎，这题我真的不会写。然后他就会告诉我说，哎，这题是一，然后下一题是什么这样子。对，然后我功课其实不太好，可是他都答对吗？他有答错的时候吗？当然他不会让我全对、啊、但是对啊，就是考得还不错哎。我就一直相信，他真的是来帮助我的。你有跟家人讲过吗？其实因为我们家庭算是很特别的，我妈妈在我8岁的时候就过世了，那爸爸他可能就是也不知道怎么照顾我们3个孩子，所以你不知道能跟谁说。所以你就是闷在心里的一个秘密就是了。对，就后来除了这个声音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就开始出现了，对不对？就要慢慢等到国中的时候了、才会发现他们其实好像蛮多的，就是我可能看不见他们是一群这样。就是好像周围有很多。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你是看到的还是就是感觉到的？是 sense 到的。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几乎就是每次睡觉的时候其实都还蛮恐惧的，你就觉得他慢慢慢慢的移动到你的身上，整个笼罩下来，你会很不舒服。然后我几乎都是哭着问他说，你们到底是谁？你们要做什么？对啊，干嘛要来找我呢？对，我就是，可是没有答案，就这样子恐惧了蛮一阵子。你国中就被附过是不是？国中的时候是因为那时候奶奶生病，我陪她睡在那个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很奇怪，我觉得那里的东西很多，所以我要保护我奶奶，我要跟她一起睡。可是我跟他睡之后，我隔天非常的不舒服。我到厕所去的时候，就是早上起来到厕所去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有股力量从我的头钻进来，是强行要钻进来。我当场没有力气，就瘫软在厕所上，而且尖叫。然后我奶奶就很担心我。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我不太一样了。所以那个东西有钻进去哦，有强行的从这里钻进去。对，很明显他就是进来了。最后来是到什么地步了，你的家人才发现你有这样的状况，然后你必须要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在念高中的时候，就是高中小孩子不都会玩笔仙啊、碟仙？那因为我自己还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就是有这样的状况，所以也跟着他们这样子玩。那别的同学玩了都没有事，但是我玩的时候回家就出事了。怎么了？就是你会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家里的爷爷奶奶说。我隔天还是照常的去上课，可是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冰冷的感觉又来了，它又笼罩我，然后我就一直发抖，一直发抖。
我就觉得不舒服，然后我的嘴唇渐渐泛紫，是我同学跟我说的，因为他回头看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冷到在抖，然后嘴唇都紫掉了，然后老师就请同学就是带我回家。那我回家的时候，同学扶着我走嘛，可是我的脚已经没有办法好好的踏下来走了，就是脚尖是颠起来的。为什么会颠起来？我不知道，就有一个力量，它把你的脚颠起来，然后你很，我就想说好像那种飘的那个感觉，是不是？对对对，同学有看过鬼片，他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试着把脚再放下来的时候，那个力量很明显又来了。对，我就颠起来，同学就尖叫了，老师，飞鱼被鬼附了，就这样子。然后我整个就没有力气。然后回到家的时候，我印象的时候就是家人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嗯嗯，然后呢？在医院的时候呢，我的朋友因为去到医院，然后又比较好，反正是更严重。如果有参加过一些就是庙里面啊，或是什么道教的那个场合的话，那个当地踢档的时候，不是身体都会晃动吗？我的身体那时候在医院里面，就是头啊、身体啊也是跟着晃，而且力量很大，然后医生后来他就是给我注射一些那个。安静的让我好好的睡觉，因为我没有办法睡觉，就一直在晃。可是医生也诊断不出我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他最后我们要出院的时候，他是这样跟我爸爸说：如果宗教没有办法治你的女儿，可能就是如果医就是科学没有办法治好你的女儿，你可能就要从宗教下手。林芬玉因为莫名的力量强行介入，使得原本应该快乐无忧的学生时代完全变掉，无法控制的身体以及在他身上不断发生的灵异事件，使得他与他的家人们承受着莫大的压力与恐惧。那个鬼啊，就会抓到他的头，一直往墙壁去撞，叫他一直撞墙，就好像抓着他头一直往墙上撞。所以他不愿意，他其实清醒，可是他没有力量可以反驳，他就是撞。有时候可能他会自言自语，就是在别人看起来就觉得他是在自言自语，可是我们知道，他好像在跟某人在对话，然后他就是眼神也不一样，然后眼神有时候是很凶恶的，然后有时候是很就是不一样。有一次是一个，虽然说话是他人在讲话，可是那个语气还是什么之类的，完全不是他。对，然后他很凶，可是他是在跟我爸爸吵架，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跟我爸爸说他要把我姐姐带走，我跟他睡在同一个房间，我也会觉得说他到底是不是他躺在我旁边的人到底是不是我的姐姐。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跟他讲话，我会不知道我是在跟他讲话还是在跟另外一个人讲话。国中有一个东西感觉上强行进入了芬玉的这个体内之后，高中就出事了，然后就一连串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发生，连医生都束手无策，那怎么办呢？所以当然就去寻求宗教咯，是不是？没错，其实那时候出事的时候，街坊邻居都很好心帮你介绍一些老师啊师傅来，那就会念经啊，就是念咒。可是我的状况没有好转，因为我在睡到半夜的时候就有一个力量把我抓起来，是我常常都是半夜吓醒的，因为那个力量非常强大，就很像拍鬼片一样，你忽然身体就这样被抓起来，然后就往墙上撞。然后我的爸爸、我的家人就是看到我，就是房间听到我的房间的声音很奇怪，然后他们就抓住我，因为他们发现我一直在撞墙，可是他们已经都是没有办法抓住我，几个大人没有办法抓住我。对，然后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是，我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从我的嘴巴，这是一个很奇怪，但我到现在还是很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的声音是这样，可是从我的口音讲出来的话是一个男生的声音，而且是超台语的口音，因为我不是会讲台语的人。然后他就跟我的家人说我被地裂糟点这样子。哎呦，那家人就更害怕了，就开始，我当然就休学了，然后因为家里都是拜拜的嘛，所以都往宗教这方面开始。就到处去拜，希望能把他赶走嘛，是不是？对，因为就是父母亲想救我啊，然后一般的解决方式都是从人家
报说哪一个神明很厉害，哪一个宫庙厉害，我们就往哪里去。嗯嗯，那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的意识不是很清楚，我知道他们在为我做些事情，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我很虚弱，我也很疲惫。那就是父亲每天就是拖着我去那些有名的师父那边，那通常呢还没有见到老师，可能只是到宫外画一个纸钱，烧个金纸，就花了12万、18万，才能见到老师。这么贵啊？贵就算了，还没有办法就是帮我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处理不了，连减弱的迹象都没有吗？那个声音会说，哼，不好。对，我会知道。对，然后就有个声音说，这个我不怕。嗯，然后一开始他们都是柔性的劝说，说叫我里面的鬼出来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可是到最后都没有办法帮我把鬼赶走，然后就好像我是那个鬼，就把我压在地上，然后拿那个武器这样一直打我。我觉得我就很累啊，花了十几万去挨揍的意思是？真的，然后我就觉得我肋骨好像快要被他敲断的感觉，因为他就一直讲出气出气，然后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啊。可是我知道他们不怕，嗯哼嗯哼，对，那不怕还要去哦？就这间，我们就觉得这间不行了，我们就再换下一间这样子。没有一间有用，哎，对耶，就是还越来越严重，我就越来越疲惫，越来越严重嘛。嗯，对啊，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抱歉，就是对家里面的人啊，对，他们会有，他们很紧张，也很害怕。嗯嗯嗯嗯，我爸爸就对我说，他觉得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然后别人的女儿都是好好的。可是为什么他的女儿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跟人家一样去一起正常的上下学这样子。嗯嗯。而且我觉得更难过的是，那些所谓的老师他们给我的答案都让我很难过，我在那个年纪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冤亲债主的问题，然后还有风水的问题，还有祖先的问题，还有你可能姓名学有问题，然后最让我不可思议而且觉得很扯的一个答案就是，他说我带天命要修行或者是出家才能解决我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你对家人对父亲会感到很愧疚啊？会，让他们耗尽心力散尽家财，我相信他们的折磨不会比我还要少。嗯哼。可是后来这个父亲让你觉得有点愤怒是不是？嗯，因为他希望我赶快好起来。嗯嗯。那其实我那时候不能体会到他对我的爱，我只是觉得他给我很大的压力，他叫我要有意志力去抵抗这些邪灵，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对抗他，所以我也很担心家里没有钱，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对他有一阵子是没有办法谅解的。所以那时候怎么看自己呢？怪人一个。我很讨厌我自己，没错，我觉得我很奇怪，而且我觉得我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跟我爸说，就是如果我一直都没有好的话，你就把我就是不开卷卷丢大海就算了。嗯，我也很想跟正常的女生一样去上课、下课，然后逛街、打扮、谈恋爱。可是我的生活却跟这些什么经文、这些老师就是扯在一起。为什么那些是真的呢？因为他们一般都不做见证，他们也不会讲这些什么病的医治啊。专心的上课念书，林芬玉在圣经学院中是非常用功的学生，但是在他的过去，因为不断干扰的声音以及被附身而虚弱的身体，使得他的求学历程比一般人加倍辛苦，但是这也让林芬玉更加不停地寻找着人生的解答，企图拯救自己，甚至踏上修行的道路。我们曾经很疯狂，我们就去到金山，然后去皈依，然后甚至于我们还为了去上早课，我们两个人半夜他骑着摩托车载我，然后我们一路飙到那边去，然后只是为了那边等到早上4点上早课，然后上完之后就再回来这样子。
就像有的人好了，他会就是帮人家算命什么的。其实我还跟我姐姐说，我还很支持他。对啊，因为我跟他讲说，搞不好你还可以用你这一块的能力，然后就是去帮助别人。可是我觉得，我后来觉得不对劲，因为我觉得他越来越不正常。就是那个，就是他在帮人家算命的过程，我觉得。他不快乐，我觉得他真的很不快乐。我有询问过他，应该是正常的吧，每个人都会吧。可是我觉得没有准过，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你一旦听了他的话，你就会对他有期待。比如说他跟你说你未来会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好了。然后你就会开始很期待，说我会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就等到你没有实现的时候，你会去问他说啊，为什么会没有实现？他就会跟你说，那你就是业障太多啊，然后就是，你就是要消灾解厄，然后要那个再捐钱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还要再布施啊，然后可是每次去都不准，然后他又会说，那这是业障来临，没有办法，冤亲债主啊，那是你上辈子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很不快乐，我觉得我活着好像没有意义，我只是为了要还我以前辈子前辈子的债。为了让生活能够正常过下去，芬玉怎么办？爸爸说是要靠意志力压下来，意志力压不下来啊，所以你后来用假装的，是不是？对，假装没事这样。当钱花的差不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可以再花家里的钱了，所以我假装我好了。嗯，我决定要读书，所以我会刻意让自己很开心，我会让自己的眼神炯炯有神。对，那家人其实也对我没有办法，因为。已经花钱的花了差不多，所有的庙几乎从我们那时候住台中，我爸爸带我就是往南台湾去找，那几乎都已经找遍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走投无路的底下，我就只好就是假装我好了。可是这样听起来更辛苦啊，哈，因为你明明就没有好，那个东西一直来干扰你，然后你决定要过正常生活，拼命念书是你的目标吗？对，为什么？因为我想要证明我跟一般人的孩子是一样的，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也可以做，所以其实我那时候的精神跟注意力是没有办法好好集中的，因为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些我没有办法抗拒的力量在我体内，我很虚弱，所以我在求学的过程是辛苦的，可是我很努力耶，我真的很努力的想摆脱这样子的生活，我也很努力的想要跟一般人一样，所以我就想证明，跟我爸证明说我好了，所以我考上台北的学校。可是我不知道就是那时候我们学校宿舍是我住在那个上铺的位置，就是分配的时候。那我有一次要爬上去要睡觉的时候，就有一个力量抓住了我的脚，他不让我好好的走，不让我好好的踏。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力量顺势的就把我往下推，我掉下来的时候我自己知道说发生什么事，我连哭都没有，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没有眼泪可以流了。怎么，你摔得很严重吗？这个我在右腿粉碎性的骨折。他把你摔到粉碎性骨折哦。可是这样在学校里面住宿的话有很多室友啊，他们不会被你干扰到，被那些东西干扰到吗？他们好像都还蛮正常的生活耶，就没看到。那室友在的时候他们会来干扰你吗？我像我在念书的时候常常就是在念大学嘛，就是坐在教室也是莫名其妙就冷了，然后我自己在抖，我知道他们又来了，我就自己会去跟老师说，老师我不舒服，我要回宿舍休息一下。我就自己回去。那其实那时候就是你会接受那些老师的建议，你会念很多偶像的名字，就是神明的名字，然后念就是念什么回向，可是到宿舍之后没有比较减轻，那个力量就掐住我的脖子，我就一个人呼吸不过来。那我的室友刚好回来，他就觉得我很奇怪，因为
我一个人就是这样子，好像不能喘过气来的感觉。不过也好险他进来了，因为我就因为他进来，他好像就走开了。嗯，对。那我同学看到我整个气色很不好，嘴唇又泛紫，他就带我去保健室。你是那时候打算怎么样？我就跟你们对抗到底呢，还是你觉得我要找另外一个出路跟你们共存？其实我一直都很努力的在找一个力量，嗯，可以对抗这个力量，嗯，所以我就一直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是人家说哪里很好，我也就是去拜，我也去问，只要该去的都去了吧，该去的去算命啊，什么都算。可是他们给我的答案都跟小时候国中那时候他给我爸爸的答案很类似，就是冤亲债主太多，我们家前世造孽太多了，然后要回向，念经回向给他们。嗯嗯，对啊。所以你回家就真的是按时敲木鱼念经？我就开始真的是弄偶像回来拜，一尊不够我就有两尊，然后甚至他们说什么主神有问题，我也弄那个主神的神明的牌位进来。然后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很无聊，就是白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敲木鱼念早晚课，然后晚上回家下班回家也是赶快回去念早晚课，然后假日就跟着好朋友修行的好朋友去到那个山上跟那个欧巴桑他们去三跪九叩，然后穿着那样子很朴素的衣服，所以我的生活很无聊。嗯嗯，而且我会觉得为什么这些神会要我做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我去这里问你要我做这件我不要，就唯独出家我最后走投无路，我有想过，我真的有想过要出家，因为我觉得活得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嗯，难道我的出生就是为了还我看不见人的那个债？嗯，尤其当我念完经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你们满意吗？我这样回向给你们够了吗？对啊。你有没有想过说我干脆去开庙当个庙姑算了？哦，有耶。有一个老师他是跟我妹是同事，他们彼此不认识。他第一天上班就跟我妹妹说你把你姐姐带来，你姐姐很特别，她是灵异体质，我你把她带来了。然后我妹妹就很兴奋，以为是一个出路，就打电话跟我说，有一个人说他要见你，他知道你的过去。就这样我就跟这个师父合作，然后先看他怎么去为别人受惊啊，然后他算命啊，因为我们身上有那个鬼嘛，嗯，所以通常在那里，如果我坐在那个位置，就是在他的那个宫庙，只要有人来问事情，我会知道这个人大概是为了什么事来的，我会知道。那比如说他拿名片要来找工作，我们只要看到那个名片上面的公司名字、老板的名字、地址，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间公司赚不赚钱，然后老板人怎么样？然后基本上呢，你怎么知道？鬼知，这里面的鬼让我知道的。所以他会告诉你吗？应该说我们已经，他住在我身体，已经合在一起了。对，所以他的意念出来的时候，就是你的意念了。对，然后就是你家里，你听那个老师的说，你要跟他合作，要训练，就是训练我嘛。嗯哼。半夜睡觉，他会把我们的灵调出去，就是灵魂出窍的意思、啊。对对 对, 对。要干嘛呢？哦，就是训练，训练什么？他就是说有怎么征战的时候，我们会调出去打架。这个其实打架，对，我们去都一直在打架，跟谁打？就是跟灵界的一直在打。我只知道我被调出去，然后就累不累啊？累啊！白天上班很辛苦，晚上还要出去打架。打架，对啊。然后我曾经回来的时候看到我自己的身体，可是我回不去了。好不容易回去了，早上起来你就真的好像做了一场很什么运动一样，对，你好像训练的被训练的一样，这样子。你没有因此而比较得意吗？比如说，哎呦，你看我真的能够，比如预知一些事情哦。其实老实讲，你那时候你发现你自己有这样的那时候，其实你是会有一点点骄傲的心理出来。对。可是我做这份工作，我没有比较开心哎。嗯哼。因为我以前很讨厌人家对我说这些什么冤亲债主很多，然后要回想，可是我现在坐在这，我同样在跟人家说一样的东西，我一样在帮人家收金，然后来问事情的人，其实通常都已经是你没有他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了，我们还去跟人家讲说
你的问题就是你不好啦，然后你的冤亲债主多啦，然后你怎么样，然后有时候都是咒诅人家生命的事情，你会离婚啊，然后你会出车祸啊，要小心啊。到后来我会一直思考一个问题，人到底为了什么而活？林芬玉的人生原本以为在修炼中可以得到解脱，甚至是靠着特殊的能力获利，只是没有想到让他越来越加痛苦。在他身上作祟的力量不时的攻击，也使得他的生活越来越孤单，越来越消沉。曾经有人就是认为他是精神上面的问题，然后可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因为相信的人他会相信，可是不相信的人他就会找很多理由，很多人说这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啊，精神状况的问题，应该要看医生或什么的。有一天晚上我就接到通知，就是他的室友的通知，说我姐姐被鬼附身，然后我就赶过去。可是我赶过去的时候我很难过，因为那个房子是三房两厅的房子，还蛮大的，然后里面完全没有人，因为他的室友都很害怕，就是连夜搬家这样子，然后那个家就只有他一个人在那边。然后他看到我姐姐看到我，他居然还对我笑。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的话我会很难过。我那时候曾经我们有想过，我们觉得人生怎么这么苦，然后我们曾经也有想不开的时候，就是觉得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就解脱，这样子就不要再有这种，不要再有这些问题存在。然后也说我们就是要修行啊，然后我们可能今天不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是要出家啊，然后甚至他也说我们就会命不好啊，以后可能就是孤独致死吧。芬玉呢就实在是无法对抗，开始跟他们合作之后开始培养了一些能力，所谓的能力，然后就是看到现在的事情的一些所谓的预知的。可是好像日子并没有比较好过嘛，那些力量其实也整你你越念越拜，我的家就越热闹啊，就越多，我就感觉到很多，有以前我就会觉得很害怕，可是越拜到后期我真的是习惯跟他们，就算了，你们来吧。对啊，有时候晚上睡觉起来啊，你打开你的那个门，你就会吓到，因为就有站在那里。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让开一下，我要上厕所。”你已经习惯你的房间，就是你的家，就充满了这些。然后我会觉得我很饿，我一个晚上呢就可以吃掉100多块的卤味，100多块的盐酥鸡，一碗冰。一碗面，一碗卤肉饭，我一个女生晚上吃这么多，然后我觉得我吃不下了，我吞不进去了，可是你还是一直吃，就是这样子，你吃不下你还是吃，可是吃完之后他就是你会不由自主你又去外面找东西吃。好可怕哦。对，所以我那阵子真的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钱也不是我的，我为什么活着。后来我开始有点不想做这样的工作了，不想跟他合作了，但是我没有因为不拜这些神像身体有好转的感觉。他们那时候更恶整我，其实我都一直在做专柜啊或是门市的工作。那我站在那里呢，他们就很多我看不见，但是就很有很多的力量就这样飘进来，而且他不是用飘还算是客气了，是冲进来把我的身体当玩具在玩。他们冲进去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会不舒服啊！你会觉得被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就是一直撞向你，然后他们除此之外还会从我的头顶一直钻，有就很我头很痛，就是那时候上班其实是辛苦的，就是很多针这样扎我的头，然后因为他们会一直想吵，一直想跟你讲话，然后想要叫你就是服侍他们，所以我的耳朵是除了这样子听到客人的声音或者是平常收银的声音之外，还一直。就是很像广播收不到一个正确的一个频道，很杂的音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想死，所以我尝试隔过完。我那时候回家的时候就是，
好可怜哦。对，都关灯，然后我觉得每天早上起来，如果天又亮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喜欢天亮，然后我也不敢照镜子。那天黑更恐怖啊！可是我不用看到我自己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我有问题，我人不人不像人，鬼也不像鬼。对啊，你到底是怎么样脱离这些东西的辖制的？后来，感谢上帝，因为当我发出一个求救的讯号，说到底有没有神，神就让一个姐妹来到我的店里。哎，他就跟我传福音。那一开始我觉得就是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讲我们的过去，因为我觉得是蛮丢脸的。我这么努力的笑，这么努力的伪装，就是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们跟人家不一样。那他来跟我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也蛮抗拒的。我想说，神这么多都没有办法帮我了，你们的神可以帮我多少？然后他还是不厌其烦的每天来店里跟我传福音。有一天我就是打开我的心房，我跟他讲我有这样的问题，可是他很开心哎，他的反应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就说我们教会最厉害的就是赶鬼了。我说哇，怎么会有这种事？我说你们的耶稣厉害吗？他说很厉害。我还问他说，耶稣可以帮我把身上的鬼赶出去吗？他说可以啊。我就说，可是所有的老师都说我跟这些鬼住太久了，我们的精气血都连在一起了，没有办法分开，如果硬要赶他们走，我会死掉。但是那个姐妹就跟我讲说，这个是谎言，叫我不要相信。然后她跟我分享了教会赶鬼成功的例子给我听，然后她就叫我做祷告。我回家之后我就听他的话，我就说，天父你好，我是芬玉，你知道我吗？你知道我一直被欺负吗？如果你是神，你可以救我吗？当我做了这个祷告之后，我就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然后我发现我里面的力量开始，先是很生气，然后气到把我也是像以前那样，就是摔在那个地上，就是摔掐住我的脖子，然后我的眼睛也是睁大了，然后舌头也吐出来了。可是我在笑，因为我去到这么多的庙，拜了这么多的神，我里面的从来都没有害怕或恐惧过，我好开心哦！只是一个祷告而已，一个我不认识他的神，我里面会恐惧？我真的得到这个结论，我太开心了。我一直笑，我说谢谢你，我知道你是真神。就算今天我会死掉也没有关系。所以我就安排了牧师然后帮我赶鬼，一开始只是聊聊天，后来他们就唱了一些诗歌，最后就进入灵歌。我发现我里面的东西好像快要，我的胸腔快爆炸，因为那个力量很大，然后把我抓着，我又摔在地上，然后有一个声音说不要赶我走，不然我要住哪里。那这个过程大概从下午一点到快要六点的时候才结束。我就是整个在地上滚，一直尖叫，最后我就感觉有一股的力量，就是顺时针的方向就这样炫出去了。当他炫出去之后，我就很累很疲惫。最后我们那个传道人他就说，你要认罪，你要悔改，因为神不喜欢我们拜偶像。他就一一的唱名我曾经拜过的假神的那些名字。当我一个一个唱名的时候，其实好像就一幕一幕，从小我拜过的这些神，这些师父对我说的话，好像就一幕一幕一直回想起来，就是好像倒转给你看你做的这些事情。
然后有一个声音对我说，这是谎言，谎言，谎言。我当下我就一直大哭，我听到这个时候我整个崩溃，我说我不相信，哎，怎么会这样子？就是你花了很多的时间，你花了很多的钱，你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他告诉你说这个是谎言。可是当我认罪悔改完之后，我的心里有很大的平安，而且我发现我的身体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法？因为长期以来他们压在我这里就是太多了，我会一直不停的打嗝，就像那个人家要 key down 那样，会一直不断的打嗝。可是他们就在那个赶鬼的好像仪式之后，我没有感觉到他们在我的体内。我以前呼吸可能只能到这样浅浅的，因为我常常打嗝会反胃。可是当那一天之后，我发现我呼吸原来可以这么的深，然后我的身体很轻松，我的心情也很好。自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打过一声嗝。所以从那次去教会之后，他们就没有再来缠你了吗？他们还是会来，来干扰我。可是我当下我就做祷告，我就说：“耶稣，你要救我！他们这样子，我很害怕。”可是我发现，当我一直喊耶稣的时候，他也一直这样捅。我以前可能会害怕，或是会觉得痛，可是他捅我的时候，我居然没有感觉。而且他这样弄几次之后，觉得很无聊就走了。然后我就觉得更好了，这个神是太棒了，因为我以前就是白白的被他们欺负，可是我现在可以用祷告或是用耶稣的名反击他们。林芬玉在恶业里的奋战，经历了无数泪水的洗涤，终于寻找到划破黑暗的那一道曙光。一个祷告成为林芬玉的人生分水岭，进入教会后更让他从黑暗的泥沼中被拉出来，整个人像是脱胎换骨一般，迎接崭新的人生。我从小到大我没有看过我姐姐这么快乐过，以前我都觉得她很孤单，可是我觉得我现在都不用担心她，因为我觉得她在教会有很多人可以帮助她，而且她真的改变很多，变得很独立，也很坚强，然后有自己的想法，知道未来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现在认识的芬玉是一个非常热情、非常乐意帮助人的芬玉。他发现鬼是那么样的真实，除了主耶稣能够释放人以外，没有人能够任何人帮助他的，所以他觉得像他这样子情形的人还有很多。所以他愿意来接受所谓的装备，接受神学的教育，好让将来能够去帮助与他有同样困难患难的人。我怕你吃不到。我不会，但就不用担心。林芬玉的改变也渐渐地为他的家庭带来新的气息，与亲人的关系一步一步越来越亲近。最可贵的是他就跟他的父亲建立很好的关系，以前他很恨他父亲的，他就会回去看他爸爸，也要把福音传给他爸爸。我就一路看着他为他妹妹祷告，然后带着他妹妹来教会，用各样的方法，然后让他妹妹认识我们这些朋友，然后最后带着他妹妹能够受洗，都很开心。其实我觉得我很狠心耶，因为我以前真的很不快乐，我甚至会觉得想说我希望我不要有一个姐姐。就我觉得我没有姐姐我应该会活得很开心，我的人生应该会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一直到后来我觉得我的想法是错的。雅琪姐跟我说，你知道你姐姐很在乎你吗？他会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替你祷告，然后还强迫的，还会跟你，还会要求你说，你一定要为我妹妹要祷告什么。然后我就听了我会吓一跳，因为我不知道我姐姐是这样子，她是这样子来爱我，可是我从来都不知道。对呀，然后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会觉得还好，我有一个姐姐。所以芬玉，在你重新获得新的人生之后，你回首往事，你会不会觉得很荒唐？你居然
荒度了这么多的岁月在跟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对抗。对啊，很荒谬啊，而且大半青春都荒废掉了。对，可是我很感谢上帝，因为如果不是他，我不知道这种日子会过多久。以前你说你很自卑，现在呢？嗯，当然这是要一个过程。对，以前都不敢照镜子，现在镜子越买越大，很喜欢照镜子。而且我相信，就是上帝他创造了我，绝对不是，我不是多余的，我也不是无用的，更不是去他要就是那些神说的要我去做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神如果要我做的事，我一定会很高兴且快乐的去做。那妹妹看到你的改变呢，她有没有很惊讶？有哎，她非常的惊讶，她还就是跟我爸爸讲我的见证。然后呢？因为我这几次我真的很感谢上帝，他因为从之前认识上帝之前，我都没有认真的笑过，我也不觉得很开心，我现在才有幸福的感觉。我爸爸这几次跟我相处的过程当中，都发现我的眼神不太一样，他觉得哎很奇怪啊，这个孩子怎么不一样了，他就打电话问我妹，然后我妹就说，爸爸你都不知道吗，耶稣啊医治好了姐姐。然后我爸爸听到说，是哦。而且我爸非常感性的说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耶稣不要我的钱就救了我的女儿。哦，对啊。然后他还问说，哎啊我没有信耶稣啊，他会听我祷告吗？然后我妹妹说，会啊，耶稣都听我们的祷告。然后我爸爸还问我怎么祷告，我还教他怎么一个顺序这样子，就像当初人家教我的这样子。结果现在我爸爸都会为我们祷告，而且他都会跟耶稣说，哎耶稣，我把我女儿交给你了，你也知道我们孩子的状况，然后他就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不过你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你把自己跟这个家庭隔绝开来，从你打算假装没事的那一天开始，其实那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对一个孩子来讲，因为这表示你的父母亲救不了你了，然后你对爸爸的那种愧疚感也好，愤怒感也好，你后来怎么去处理？我认识上帝之后，我才体会到他是真的很爱我。我用神的眼光来看我爸爸，我爸爸会越说那些话，其实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他是一种爱的一种表示，我就跟他说，叫他祷告完之后，然后我就传简讯跟他讲说，爸爸，神爱你，我也爱你。后来爸爸也看到你这样的改变之后，他自己也有很多的改变了哈。对，我觉得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我们真的在去年，像我们家就是花钱花的差不多了，我们也没有就是多余的钱可以买房子。那以前我们都看人家的脸色，可是神真的很厉害耶，他就是在我们去年的时候用最低的价钱，在最不景气的时候，很不可思议的让我们买了一间房子。那是我们第一次有自己的家，可以一起吃年夜饭。然后我爸爸在整修那个房子的时候很奇怪，他原本想去买神桌来拜，可是心里又想说，这样好像很不好，是不是该买一个圣母玛利亚抱耶稣的像放在客厅比较好。所以最后呢，他就是都没有放。可是他是真的很爱我们，他很尊重我们的一个宗教信仰。最后我们家的客厅就是放一个家的图，就是一个拼图，上面就是我们送他的十字架。我对长辈一些想法是觉得说，哎呀，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哈，就不要再提了。而对于你要上电视讲你自己前面那一段，一般人听了会避之唯恐不及的事情，那爸爸后来怎么看？哦，这个真的是我有祷告神呢，因为我希望他可以支持我来讲这件事情，因为在传统的观念，我爸爸也会觉得家里有这样的孩子是不好拿出来讲的。所以我就在打给我爸之前都祷告神，我说若是你支持我做这样的事情，也让爸爸祝福我来做。很奇妙的是，我打给我爸的时候，我爸就说，你应该可以自己做主啦，去啊，没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很谢谢他，而且他还说，也好啦，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一定有很多人都这个样子，中了一个也好，
有一个人得到了帮助，那都值得。哇，我反正真的要问问你自己了哈，因为这么多年从那么小开始，就跟那些东西和在一起，没有一天是可以轻松愉快的做自己。到现在你可以坐在这里说我很喜欢我自己。最后跟观众朋友讲几句你的内心话好不好？我想要说的是，不管你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活在黑暗中的角落，你觉得你的未来可能没有希望了，但是都不要放弃，因为耶稣他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依靠这一位神。真的，在听了这个很多很像电影情节的故事之后，我觉得真的要跟很多观众朋友来聊一聊。有些人说很奇怪哦，就基督徒的命是算不出来的。当然，有些能力他可能或许会知道你的过去，又甚或会了解你现在的心思，知道你现在困扰什么，但是他未必有能力去解决你未来的问题，或者是根本的问题。当你去寻求帮助或寻求依靠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用内心去查验一下，它究竟带给你的是平安还是担忧，是喜乐还是恐惧，是自由还是辖制呢？希望芬玉的祝福也能够临到你身上。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确实，不管是东方是西方，有少数人的体质好像有那种会招惹一些灵异的事情发生。我也见过，但是这回林芬玉这位姊妹她亲身的经历让你看到了为什么信了耶稣以后就会不怕，为什么耶稣能够在任何的宗教中间他能够是能够让人家感觉到有他存在有平安，有他存在可以让我们自己定下心来还能有那种喜乐。因为这位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一切都是由他创造的。所以当你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有这种灵异的体质，或者像林芬玉所讲的他自己的经历这些事情，不要怕，你尽管祷告，求主帮助你。我们主相信他爱我们，他对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所以面对任何事不需要你去求什么拜什么花多少钱，不需要，真的耶稣就是能够救我。有一些事情好像人总是不安全，哎呀我要这样子要那样子，生活自己因为想破除一些事情或者惧怕一些事情花了很多钱，招惹了更多更多的麻烦。圣经上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林芬玉姊妹她的见证让我们看见了主耶稣你自己的那种爱强大无比，在你的面前没有任何恐惧，你会保护我们。主，我们为电视机前面有一些家庭仍然还受到这一类搅扰，还在受到一些困扰，生活还因为这些事情给他们全家带来不安的，主啊，真的求你开他们的心，让他们完全的仰望你，让他们能够走进教会，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帮助他们。主耶稣，我恭敬地为这些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朋友记住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上帝赐福你。